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，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，我是崔丽。在我身边，很多朋友对西部地区的了解多半呢是来自去那里的旅行经历，比如说青海。青海湖和门源的万亩油菜花海几乎就是这里的代名词。刚刚在一位朋友的博客上看到油菜花的花语是加油，看后非常的感动。现在在青海，特别是在位于青海东南部海拔大约3700米的玉树县，这里的朋友的确需要加油鼓劲儿。虽然这个时候青海的油菜花还没有开放，但是并不妨碍这里朋友们在心中为自己种下一片金灿灿的希望，玉树加油。今天在通往镇区玉树县的24国道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是晴或多云的天气。那具体到玉树县，今天也会是多云的天气，只是在这里昼夜温差仍然很大，会在16度左右。那这里昼夜温差大的根本原因呢，是由于海拔比较的高，导致地面上空气稀薄。那白天太阳辐射到达地面的过程当中，不仅通过大气的路程短，而且稀薄的气体呢，对它的消弱作用也少，因此地面得到太阳辐射就比较的多了，那气温相对就比较高。夜里呢，因为稀薄的空气对地面的保温作用又弱了，所以气温会迅速下降。那所以在玉树镇区的夜晚，可以说还是很寒冷的啊。那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帐篷、棉被等能够御寒的救灾物资可以运送到这里。特别是未来几天，玉树还很可能会有雪花飘落，气温也会下降，所以保暖的准备就更要做好了。那关于玉树未来3天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又如何呢？我们先来看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，稍后一起来关注一下。风吹过的下雨天，轻盈风和的无声，乌云翻腾，清醒一见，还偷偷不觉，他走过了下雨天，也是轻盈的无声，别提思念，有人快疯癫。好的，欢迎您回来。青海玉树州玉树县，这是个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地方，因为一场地震打破了原本平静的高原县城。4月份依然寒冷的玉树可以说让人更加牵挂了。那明天呢，玉树的云量可能会有一些多，气温是1到16度，温差很大，会达到15度。后天呢，玉树的天空会渐渐出现雨夹雪，温度是1到14度，温差仍然很大。而到了大后天，我们来看玉树的天气会是雨夹雪转小雪的天气，最高气温会降到9度，而最低气温还会跌破冰点。那现在大批的救援人员都已经赶到了玉树，他们来自五湖四海，对于高原的天气呢，也许还不适应，就已经投入到了工作当中。而且我们知道高原的空气含氧量是比平原要低的，当海拔在3000到4000米左右的时候，含氧量只是平原地区的60%到70%，很多人会产生不适应的，那产生高原反应。那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既需要克服一系列的不适应，同时还要辛苦地展开救援工作。那些救援人员、医务人员真的是让我们由衷的钦佩，那也让我们一起为他们送上鼓励和祝福吧。也请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体，一定不能生病了。好，今天就这样了，节目的最后送上好听的歌曲，明天见了，拜拜。风吹过的夏天。